而且最好不要忘了加上船长两个字。哇哦，哇哦，哎，哎，哇哦，哇，发生了什么？他把自己当中国人啊，还有脚链。哇，不是。下次再敢当着大家面脱裤子抽鞭子试试看，一个猪，美国人的猪。看新闻就下载凤凰新闻 APP。